是不是有一个缝，压进去有点痛？这边有没有？啊？啊？在这里。听不懂？啊？你过来。他小朋友，你看哈、哦，这是大腿骨上来，骨盆这一端在这边，是不是？这有一个缝，这是有一个缝，这是髋关节的这一边，髋关节这一边是在这边，你看这是不是？这里有一个缝，你自己可以摸，属膝是前面的。臀部的地方在这边，你看这是不是有一个缝？我压进去有一个缝吗？这边没缝，因为这边是骨盆。对对。这边跟它相接的地方在这里，你看在这里，这是不是有缝？压回缝，是不是？刚才抽的后面是在这边，听不懂？旁边是在这边。在这边，前面是在这边，晓得吗？里面是在哪边？你腿开开，里面是在这边，里面在这边，听不懂？所以髋关节很大，髋关节的范围很大，前后左右，这是不是会痛？啊，这里，啊，有没有？听不懂，自己要肩关节，我从这边肩关节，这里就是这里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个在这里，啊，有没有？这是有一个缝，上来你自己摸这个缝，这边前面这边有没有？过来就对了，这边听不懂。所以你这个的伸缩啊，这个是伸缩拧转，伸开拧转，你看它的范围，它的范围是不是在我刚才弄的那边？听不懂啊？肩，这是肩关节，你看在这边是在这个是在这边。这边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在练十字锤，你这个手伸起来，十字锤，你看它在转的时候，是不是从这边转到这边，转到这边？听不懂？所以你练十字锤要把这个要转，这个要转开。你看这有一根筋，这是不是压会痛？把这根筋要拉，这根筋要拉开。所以你到这边的时候，往后手伸起来。往后转，这根筋才会开，听不懂？怎么样？所以当你的手在这边的时候，你的手在这边，你摸这个筋，你自己的手在这边往这里转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就开？才会开嘛？你在这边去转腰，它就不会开了，听不懂？在这边举高，这样转，它这里它才开，这里它才开嘛，有没有？听不懂？要知道你自己去摸每一个关节的缝在什么地方，手肘关节的缝，前面的缝在这边，这个缝在这边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缝在这边，这个缝在这边，听不懂？手腕关节，这个缝在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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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有没有？这都是缝啊。这个地方叫做关节，听不懂？好。